聞かせて懐かしい歌を遠くで口ずさんで聖なる蜜のように夢のようにその中で眠らせて。世界は探さに無力に流れてくの夕焼けいつか見た赤猫もそばにいれないその代わりに不知道当明星很苦，然后后来经过训练才知道很苦。我唱歌唱得好以后就直接就专攻唱歌，就不管其他的。然后后来就是看过很多那些明星的那些明星，就知道要能唱能跳。这一条路上呢，我也知道我们都有很多的不足，然后我呢自己舞蹈不算太好，然后我们 TFBOYS 各位都有一些不足，然后。我们也在一直努力的，想让大家看到很优秀，然后自己心目中最完美的我们。今天是周一，你好，猜得到我是谁吗？给你五秒钟时间想一下哦。5、4、3、2、1，我是圆圆王源，今天给你问好哦。不知道你开心吗？今天是周六是吧？最无聊，就是那谁啊，今天终于放假了，一会儿要和爸妈去吃饭啊，又有大班车了。上课程排得好满，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班级篮球赛，而且我是主力，但是呢要保护嗓子，所以就没上场。今天我们学校打篮球的时候呢，有个男生不小心头被篮球打了一下，然后就在那哭。我觉得吧，男生被篮球打一下不应该哭哭啼啼的，像我被打十下都没事，都不会哭，这才叫男人呢。好，我是 TFBOYS 王源。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呢，大家这么的支持我们，喜欢我们，我们想对大家说谢谢大家。像一晃眼已经走过好多年，其实你也刚十几岁稚嫩的肩，在无法肆意拥抱山城夏天，
在岁月催促下与过往说告别，小孩子啊，懵懂的连带着胆怯，已经与伙伴勇敢闯这个世界。这世间有温柔的爱，也有凶险，多想替你把它全都隔绝，看着你跑向梦想高高的圣殿，还能保持最初无忧干净笑颜。事业场们，然后和所有的粉丝们有一个十年之约，希望十年以后我们能越来越好。